講開粵劇咧，可能咧大家會咧俾佢一啲好靚嘅衫啦 ，bling bling 啦，顏色好鮮豔啦，去吸引佢。其實小朋友咧都同人哋覺得咧粵劇服裝咧其實係好靚嘅。其實我哋喺個故事裏邊講咗，唔一定淨係少數族裔去學習有困難。其實我哋每一個小朋友嘅成長都有佢唔同嘅挑戰。喺裏邊點樣樣透過佢哋友誼嘅建立啦，媽媽俾佢嘅一個力量啦，揾到一個咧解決嘅方法咧，而去互相咧去克服呢啲嘅困難。透過粵劇咧，可以凸顯到喺裏邊咧一個本地小朋友角色，佢叫華華啦。但其實佢咧對於學習係好冇信心嘅，所以你見得到咧，佢如果要做好多肢體嘅動作啊，一啲打啊、跳啊，或者一啲嘅動作咧，其實咧佢都咧好大困難。咁同樣地啦，少數族裔嘅夏娜咧，佢要學習中文咧，佢要理解個曲譜同埋唱出嚟，其實都好大困難。其實咧喺呢個繪本裏邊咧，會放咗好多咧本地社區嘅元素嘅，咁好似有士多啊、大排檔咁樣樣，令到咧讀者咧可以更加有共鳴感。咁小朋友睇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更加認識到自己社區嘅特色啦，同埋咧一啲佢哋嘅歷史嘅。